这个珠江隧道，对着呢就是那个内环的高架。生活设施，而且也包括这些医疗的资源，都算比较丰富。我们的左手边呢，就是广医，就广州医科大学的第三附属医院。所以老城区呢，生活还是比较方便，只是呢，这些街道呢，在交通上面蛮有压力的。恐怕这边的居民想要买一台车，停车就是问题。出行呢就会遇到拥堵。这边呢贴了很多牌子啊，荔湾冲的景区、如意坊、上下九步行街等等地方。多的一些历史名胜的古迹啊，观光旅游的地方。刚才我们也在车窗看到一些不错的西关的餐饮店啊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停车。这个里面呢，就是永庆坊的一个旅游区，我们也曾经在这边呢停过车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转入逢源路。记得有一天国庆的第一天吧，下的大雨啊，我们曾经在这条路上走过，给大家拍过一些雨中的老城区的这个景色。当时雨下得非常大，两边什么都没看见。像这些小街呢，很有市民的这些气息。旧建筑错落这样的一个街道来看呢，这里也在不断的更新啊，希望呢能够保留一些以
前的那个味道，同时呢又改善这边的居民的居住的生活的水平，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工程。这边呢我们就来到了广州西关永庆坊旅游区的一个停车场。从这个新建的建筑楼下的停车场出来呢，就已经在荔湾涌的门口了。以前这边一直在围壁建设当中啊，没怎么来过，我们一般都是走在对面，顺便也看一看这边的沿河的景色啊，正对的就是一棵大榕树。非常美的西关的风情。这就是老城乡的风情，河里的游船。龙津桥。周围的这些古树啊，新建的这些仿古的建筑。对面修缮一新的半戏酒家就是我们要去的吃饭的地方。这边呢还新开了一个星巴克。这条呢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龙津桥啊，对面呢就是半戏酒家，非常古色古香的一座广州的知名餐饮。修缮一新的酒楼啊，古色古香的家具。这边呢有一些名人，董建华、萨马兰奇、德国总理等等啊，这些人呢曾经在这边用过餐。即便是等位的地方也显得很优雅啊，这个整个的感觉非常好。再来拍一下。整个半戏酒家啊，古色古香，占地面积也很大，而且呢，它有很多的这些连廊。这里还有一个瀑布啊，底下呢种了一些莲花，有很多的小鱼。对面呢叫龙苑，应该是一座餐厅吧。
池塘、假山、古榕树、古建筑。这边还在修建之中，还没有完工。完全是园林式的一个餐馆，非常优美。只是呢，也在不断的进行重建和开发之中，所以有些地方呢还没有完工啊，看上去不是特别好看。现在呢，我就在半溪酒家里面。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半溪酒家里面啊。我们看到的半溪酒家呢，它就是一个园林啊。说来呢，历史非常长了。当时这块地方呢，最早呢是1000年以前的南汉王刘长的御花园，叫昌华苑。这样的地方呢，肯定都是有它一些历史的掌骨。如果要追溯起来的话呢，可能讲一天都讲不完。所以我们大致了解一下，这个呢是广州的一个餐饮名店，是在1959年的时候开始公私合营啊，从私人手里呢转变成一个国有的或者说国营的这么一个餐饮。当然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改造啊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很多正在装修的痕迹啊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这里呢是机关的精华所在啊，它连着荔湾涌和现在的荔湾涌的景区呢连成一片。等一会儿我们吃完饭以后呢，可以到荔湾涌去逛一逛啊。今天因为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，这边呢非常的热闹，水面上呢还有喷泉，对面呢是一个画舫一样的一餐厅。我们先去吃饭吧。今天中午饭呢，就是还是以喝茶的形式啊，品尝一下这家餐饮名店的点心。吃完饭以后呢，再跟大家走一走，拍一拍，聊一聊吧。非常古色古香的建筑啊。在这边喝早茶，其实已经是下午了。等了半天，我们的点心终于来了，准备开吃吧。这是马蹄糕、春卷、凤爪、虾饺、萝卜、牛腩，还有一个我已经吃了萝卜糕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点心中午饭了。刚从半溪酒家吃完饭啊，喝完茶。这边呢是他们的手信商店啊，就是卖礼品的商店。有很多广式的点心，还做得蛮精致的。最有名的就是鸡仔饼，半溪的手信。这边呢就是荔湾湖公园。请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，自觉佩戴口罩，配合体温检测，扫码人员。很美的一个公园。对面的这一些建筑呢，就是刚刚建成的一片仿古的建筑。我们的车就停在这个下面，以前这里是停不到车的，有了这个地下停车场呢就方便了不少，所以以后可以有机会再来。
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吃饭的半溪酒家了，前面呢就是龙津桥，半溪酒家周围的很多建筑呢都经过了一些装扮。这条河呢就是荔湾冲，说起这条河呢，在1985年的时候，因为当时也是为了城市建设，就把这条河冲呢全部覆盖了这个石板，就变成了一条可以走人行车的道路。一直到了2010年左右，也是为了迎接亚运会啊，这里呢又重新把它打开，引入了珠江的河水，最终呢就恢复了它一个原本的面貌。现在呢成了一个旅游的一个热点，等一会儿我们可以走进去看一看。